欢迎继续到邓阿霞新闻现场来看的是这选举的消息。这民进党这台北市甲这新北市的这个市长候选人就是这苏贞昌甲蔡英文今仔是来向这海外这台商来邮票。这蔡英文表示讲，即马这政党无愿景，有哪讲袂出任何成就。海外台湾民主人民的台商组织做会，为民进党不带官相相造势。新北市长陈水扁蔡英文批评，即卖执政党无环境，讲袂出任何政策。现在看起来是在野党的这个选举方式比较像执政党，执政党的选举方式比较像是一个攻击性的、一个负面的批判，一个甚至是一种很多的政治操作在里面的。蔡英文演讲顺遂走，无亲像前一天同款，甲苏贞昌同台，而且苏贞昌一到位也受到热情欢迎。苏贞昌当选，苏贞昌当选。苏贞昌强调，家己是选真的，规工行程拢是稳稳稳扫去拜票，希望海外侨胞到三工打电话催票。也强调，若是当选，一定爱减少浪费都被兄弟，暗中批评对手何良斌。头前的人做总统，伊嘛无在了解，伊嘛唔敢解。我来做拢无负担呐，安对唔对？选前进入八月五十多天，苏蔡两人拍拼求票，呼吁海外侨胞登来投票，让民进党新阳国都重回执政。记者综合报道。